非常感谢，我真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。好的好的，哎，我看你做了一个彩超是吧？现在那个胆囊结石已经没有了啊。对，他看了半天说哎这没有了，说是不是那个泥沙状的呀，是不是已经就对，就排出去了。嗯，但是稍微还有点脂肪肝，别的都没事。是，我也觉得这也太神奇了。他说是不是拍错了，说过一阵要不你再去照个什么 CT 啊什么的，你再看看。彩超是最准的，因为彩超不管是胆色素结石还是胆固醇结石全能出现影像，但是你要是胆固醇结石在 CT 状态下 X 线状态下就发现不了，所以说你现在彩超没有你根本就没有了啊。那您觉得我这还需要不要巩固一下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就记住什么呢，一个呢就是运动，吃饭呢别吃的太油，油炸油煎的呢少吃，吃肉呢就吃炖的和蒸的。对，还有一个呢就11点之前睡觉就完事了。非常感谢，我真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谢谢您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再见啊。好了。